好，重点名词、动词。咁啊，同学仔话明，咁明大又做错晒。有冇留意自己明？上堂上咗咁多年，样都明噶啦，明点解做唔到？原因好简单啫嘛，因为阿 Sir 喺度吹 ，Miss 喺度吹，你冇写嘢，你冇做。你留意到之前嗰两份，我好坚持，一定要改正 ，100% 啱。大家真系唔好睇小名词嘅重要性，因为名词系会影响到动词，名词。是直接影響到個動詞。往常講動詞受時間影響，其實動詞亦都受前邊嘅字，即係名詞影響。個名詞我講咗啦，係點翻到嚟 ？Right？ 咁一係數到有 S， 一係數到有 AN， 一係數唔到冇 S 冇 AN。而數唔到係跟單數動詞啊嘛。OK， 數到嘅眾數。是跟眾數動詞喎。好啦，咁今次 level 係會再升一個 level 嘅，之前仲錯緊嗰啲要全部改正。我再講多次，全部人我唔理你電腦做定唔電腦做，我點寫你就點寫，唔好再改我格式，又開張紙出嚟啊！除非有好特別原因，否則我寫喺側邊，你就寫側邊。OK， 唔好再自創格式，自創格式只會令到往常改正。時間增加了，講解時間縮短，不好了，跟足了。好了，去 approach 這些名詞，首先要鎖定個動詞先。咁啱啱講咗啦，因為個名詞有機會影響到個動詞啊嘛，所以我哋先睇咗係咩 tense 先。Simple present， simple present 難搞啊。Simple past 你可以轉嘅機會率好低，但係 simple present 或者其他 tense 咧係好受個名詞影響。咁你咪轉咯 ，their mothers 轉眾數 ，their mothers 咁你要轉眾數係嘛？形容詞 kind 唔會喐噶嘛，咪留翻低咯。好啦，第四題 ，that this 係轉 these，that 係轉 those， 一年級嘢嚟嘅，點解仲錯？唔應該錯。that 咁咪轉 those 咯，唔可數加 s 咯。誒，留意喎，你而家 simple present 緊喎。你而家由 she 轉咗 they， 咁你 they 第二類動詞 ，every day 照抄，所以你個聲係絕對不可以加 s。ever 咪照抄。好啦，第八，你對 man 咁咪轉咗佢咯 ，men 對要留嘅。咁你由 he 第二類動詞，問題用 does， 但係你轉咗 they 喎，咁你即時應變係 do 啦。啱唔啱啊？啱啱啊？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好易做，其實好難做。Lady 對咪留咯 ，were 咧，跟住博 watch 取消 ，watches 唔需要抄曬，淨係喐一啲受影響嘅嘢，慳時間。你唔好睇少呢份嘢，呢份嘢你唔係滿分咧，你好難上九字頭啊！成份英文卷。或者作文，我唔係吹水。Yes you can 已經開咗接近18年呢份嘢其實揾 Sir 翻第一份工，你做嘅 proofreading 或者 mixed verb， 揾 Sir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寫起咗，不過冇擺出個 market 度。而呢十幾年嚟，我哋所有補習社嘅同學仔都係用呢些嘢，所以呢一度嘅同學仔點解英文會咁高分係有原因，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同點處理，所以你跟住做，我哋要啱曬。AN 扣好多份 ，AN 影響名詞影響 tenses 嗰啲 SES， 值起碼20分嘅每份卷。眾數轉單數，先鎖定名詞動詞，咁數到唔取消 S 咯，蝕翻你嘢喎，即係唔蝕你嘢 ，game over。單數喎，成件事好快，咬住埋 ，shut 單數跟單數動詞，形容詞冇得轉。我同時考緊你啲 part of speech 形容詞同 ever 嗰啲，你有冇立亂轉？好嘅刀轉單數，咁咪一把好嘅刀咯。嚇 ，does 第二類動詞，咁點啊？轉 does 啊？完啦，
成件事係好快，要諗得咁快，因為點解要諗得咁快？你作文唔等你噶，你一漏唔緊要 ，proof read 嘅時候交卷你咪蝕翻去。你留意下你作文，我哋冚住。你咪好多時候呢度漏咗，或者呢度出錯咗。你諗下呢度已經值三分嘅咯。王 Sir 其實係用呢種 systematic 嘅方法 train 緊你哋寫作，臨交卷之前望實啲名詞，如果可數，你有冇漏咗啲嘢？明嗎？所以唔好睇少，我係要啱曬。廿八，同樣嗱，啲 tenses 唔係一式一樣啊。琴日、前日、大前日嗰啲或者係，而家嗰啲全部溝埋一碟，溝埋一碟嘅時候，是你轉要諗埋個 tenses 點樣受 impact。T 數唔到第三題，貓數到，貓數到 right， 跟住我轉中數，咁咪 the mice。Simple pass 冇受影響㗎 ，simple pass 係唔會受 IVU 的影響，而 cheese 係數唔到㗎嘛，你唔好走去轉，數唔到就係數唔到，冇單中數概念。嚟咯喎，第七題，你轉咗中數，而家 he she 緊第二類動詞加 s IVU 的 simple present 事實習慣，事實習慣 he she 後面加 s 冇問題，但 IVU 的唔使嘛，所以你一轉佢，即時取消㗎啦，一架單車，咁好多人踩好多架㗎嘛。最麻煩第九，遇到呢個情況，喺呢個字 R 後邊加落去，記咗先。我叫你記喎，冇叫你背喎。中數咯，中數咗㗎啦，咁咪中數佢咯。仲有啊，仲有啊，呢個冇煲㗎啦，唔會再提你邊啲要改，邊啲唔要改啊。所有可以改都要改。Children， 諗下呢個嘅中數，呢個嘅中數其實係同我一模一樣。你留呢、這個，呢、這個使唔使喐咧？呢度轉 VES， 今日提示俾咁多，我要全部啱曬，記住跟足我格式做，唔該。有疑問 WhatsApp 王 Sir，thank you。唔好再錯，記住目標係九字頭或者再上，唔該。